两脚开立，两臂自然下垂，目视前方，舌底上颚调匀呼吸，一手丹田。起势调息，上提下按，提按，提举，握拳，上举，握拳，下拉，握拳，举。拳举，握拳拉，握拳举，握拳。两手上提，前伸，下按，上提，下扑，提，伸，按。两手侧起，内合，下按，露底，迈步，转腰下势，还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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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分上步，后坐，前移，收回，上步，后坐，前移。
两手侧起，内合下按，雄韵右上左下，右上左下，左上右下，左上右下，雄晃提宽落步，后坐前靠，提落坐靠，提落坐靠，提落坐靠，两手侧起，内合下按，圆提上提，转头下按，上提转头下按，上提转头下按，上提转头下按，圆斋退步，顾盼按掌，上步摘果，收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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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手侧起，内合下按，鸟身上举，下按，分手抬腿，举按，分抬举按，分抬举
手侧起，内合下按，引气归元，侧举下按，两手向前拢气，虎口交叉叠于腹前，闭目静养，调匀呼吸，一手丹田，手玉面练功结束，祝大家心情愉快，生活幸福，健康长寿。下面我们学习健身气功五行系。健身气功五行呢，也就是根据我们传统五行系演练而成，动作简单，左右对称，共有10个动作，每系两节。首先呢，我们先把预备式和起势调息做一下。好，两脚并拢，两臂自然下垂，目视前方，舌抵上额，就是要求我们全身放松，虚灵顶劲，进入一个练功的状态。然后移重心，左脚向左开步，与肩宽。两手掌心向上，徐徐平举。与胸高时，曲肘内合。有两个劳宫穴，向膻中里边灌气。好，缓缓下按。再起，两手与肩宽，与胸高时曲肘内合，下按，这要做3次。这也是一个动的站桩功，这个起势调息，没事的时候就可以在家配合呼吸去练习，起息落呼。好，起的时候我们可以吸气，然后曲肘内合，两肘外展，掌心膝相对。好，然后缓缓向丹田下按。好，做3次以后，两手自然垂于体侧。这就是我们的起势调息。起势调息呢，就要求我们身体放松，进入一个练功的状态，把气息调匀，然后我们再接着练习其他戏的时候，能一个更好的一个气息贯通的一个效果。好，预备式，两脚并拢，要求我们全身放松，虚灵顶劲，尾闾要中正，百会上领，两手自然垂于体侧。好，移重心，左脚开步与肩宽。好，这个开步的时候要均匀缓慢，落地要轻缓。好，起势调息，掌心向上，掌心向上，举至与胸高时，曲肘内合，肘外展，腋下含空，对腋下旋开含空，然后两个劳宫穴和膻中穴成3角的支撑点。好，向内合，下按，翻掌下按，
这要做三次，调息要做三次，然后再起。它的宽度是与肩宽，这宽度与肩宽，高度是与胸高时，曲肘内合，下按。好，再来一次，起，也配合吸气，曲肘内合，缓缓下落，然后呼气。好，很好。呼吸呢，共分两节，第一节是呼举，大家把手型先给我做一遍。然后我们五指撑开，虎口要撑圆，要容易撑圆。一二关节内扣，一二关节内扣，模仿老虎的利爪。啊，一、二，然后呢，还有个旋握，以手腕旋握，小拇指领进，旋握握拳。这个握拳要求我们要握实拳。你的手之间要抵压掌心里边的劳宫穴，掌心里边劳宫旋握握拳。这个握拳要求我们要握实拳，你的手之间要抵压掌心里边的劳宫穴，掌心里边劳宫穴。我们握拳如卷饼，这要握实拳，抵压和刺激劳宫穴，有按摩劳宫的效果。好，再来看一下，一、二、三，旋握。这三个小环节放在哪？放在我们腹前，一、二、三。旋握以后，两手向上提，如提重物，然后提至胸前，翻掌变成掌向上举，然后再一、二、三，在头上方又出现这三个小环节，然后向下拉。拉的时候是拳心相对，就是我们握拳的拳心相对，两手要走水平线与肩宽，然后到肩前的时候，然后翻掌下按，一二三提，然后翻掌上举，一二三拉，哎，好，这就是我们的虎举。我们也可以分四个小环节来做，这三个环节在下面不要忘住了。然后一是提，二是举，三是拉，四是按。好，这是虎举。虎举中总共分四个小环节，一提，二举，三拉，四按，然后上下，下面腹前做这三个手型的小变化，一二三，要在腹前做一次，然后在举至头上方的时候再做一次，这是手型的变化，直接刺激我们远梢末梢神经的血液循环，这可以有效的去增加我们的握力，疏通我们的经络和气血运行。然后我们学习虎吸的虎举，三个小环节在腹前，一要五指撑开，虎口撑圆，这个呢要求我们的眼睛要跟着手看，这个手看的同时身体不能前胸，这样呢我们是锻炼我们的颈椎，充分放松，把颈椎放松的最大限度向下看，这个要放松锻炼我们的颈椎。然后一二屈指旋握，好提，这是全沿向上，向上提，到肩前翻掌上举，看我们的眼睛始终是跟着手在走，眼跟手走的同时，我们的颈椎在做什么呀？在做向下向上的一个锻炼，向下看手，向上举的时候看手，这个地方向上举的时候，腰背要充分拔开，脚像踩地，手托天，把自己想的大气一点，然后把脊柱整个给掀开，这个地方不能出现后仰，
也不能出现前胸，对，要求直线向上撑，就是我们平时基坐的时候，我们的脊柱号向下挤压，这样我们给它自己来个牵引，向下打开。好，再来一、二、三，旋卧拉，拉的时候我们的手还走的是什么？走的是直角，这个直角把后背给它掀开，后背掀开。假如说我们的肘外展，这个肩胛后边是松的，不会牵紧，不会拉动。然后我们走直角，这个地方就可以把后背给它打开。后背肩胛里边有好多穴位，平时呢有时按摩又按不到，针灸也难针到，叫劳膏肓穴。所以我们这样走立圆的情况下，可以刺激膏肓穴，疏通膏肓经里。好，然后继续向下走，翻掌心下按，看我们的进步，一直跟着手在走，慢慢地向下向下。好，这是我们的壶举，这个要跟着音乐做，要做四次。好，再来一次，一二三，旋卧，然后提，向上举，这个地方注意把腰肌给它拔起来。好，再来一二三，旋卧拉，要走立圆，这个线要走水平线，水平线走。好，拉至肩前，记住拉至肩前，翻掌下按。好，然后再之间缓缓地变向前，对，四次做完以后可以自然地放在体侧。好，再来一次，看我们的眼睛要跟着手走，起，好，旋卧拉，好，翻掌下按。好，这就是我们的壶举，两手做完以后自然垂于体侧。好，下面我们学习虎膝的第二节虎扑。虎扑又出现一个手型，就握空拳。刚才我们在做虎举的时候握的是实拳，因为我们握空拳呢，就是拳的中心有空隙，有空隙，然后两手握空拳，从两侧提起来。好，继续向上提，手提到最高限度，应把胸腔全部打开的时候，眼微微上看。好，然后两手又握空拳，变成虎爪向前伸，然后屈膝下按，手虎爪向膝盖里边合，然后接近膝盖的时候握空拳变手型，然后继续上提，整个的把脊柱给它蠕动起来，然后再上提。第二次提起来的时候要移重心，抬左脚向下扑，眼看前下方。好，每一动就是先左后右，提起来。第一次提起来，先向前伸一个长引腰，在屈膝下按的同时，把脊柱给它蠕动起来，然后再向上提。第二次提的时候，要移重心，抬右脚向下，呼，眼看前下方。好，每一气之间就一个调息。这个调息是在身体的45度，高度与肩同高，然后屈肘内合，下按。好，下面我们做虎扑，垂体做虎扑，两手握空拳，从两侧提起来，然后在健身气功五行系里边，我们的虎系对应的是肝，这走的是肝胆经。充分宣开，把肝子宣开，然后手举得最高限度，然后胸腔微微打开，头微微上仰。好，然后向前伸，变虎爪向下扑，握空拳最高限度，然后向下扑的时候就要变虎爪，就是手型的变换和刺激我们末梢神经的血液循环。好，我们把侧过来看，
这一个长引腰是对我们的腰部锻炼一个很好的动作，它是臀部向后，然后手向前，整个的一个对拉，一个对拉，充分的把腰椎给我们拔开。我们现在日常生活中很多人就得了腰肌劳损和腰肌的疾病，这样牵拉就是我们自己给自己做牵引。好，让抬头塌腰，抬头塌腰这个对我们的颈椎锻炼是最好。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任脉，任脉在胸前，任脉抬头时候给打开，然后督脉给塌下去。好，然后继续向下走，屈膝。好，低头把这个给拱起来。这边是命门，命门这边给打开。对，这是个督脉，督脉从这边到这是整个是督脉。这样呢，我们把任脉给折叠起来，督脉给打开。好，继续走，整个把腰肌给它送起来，髋关节、腰、胸、肩、后仰。好，然后再抬，好，移重心向下扑。刚才通过他做，我们看到了，我们是整个虎扑，脊柱是成一个，看打开支底，蠕动起来，哎，蠕动起来，整个的是把任脉和督脉给他走了一个小周天。好，我们再做一遍侧坐，从两手上提。这个时候我们是把胸腔打开，前面是任脉，这边给打开，充分展开。好，向前伸变虎爪，这个时候变虎爪，哎，对，向前伸，塌腰挺胸，这个锻炼我们的颈椎。这个手向前伸又锻炼我们的肩颈这一块，说这个动作很简单的，锻炼效果很好。然后呢，我们虎爪要用力，这个呢我们十指用力，我们的脚趾呢十个脚趾也抓地，所以说这个锻炼的远梢末梢神经的每一个关节。好，屈膝下按，然后后边命门打开，然后被折叠起来，看一节一节的髋关节、腰、胸、肩、头、后仰。好，移重心下扑。好，来再做一个正面示范。向前伸，好，下按。看，我们通过伸展和折叠，把整个脊柱给它蠕动起来，再向下扑。这是脚尖着地，支撑腿在后边，这个腿前面的腿是虚，后边是实。手扑的方向在这膝盖的45度的方向，眼看前下方。好，收。好，再做一次。向前伸，好，看我们的五个手指要用力。好，向下按，屈膝，手到膝盖的时候变手型，手型在什么时候变化，到肩前再向头上方下扑的时候手型也在变化，向下扑。对，这个在身体的45度，眼看前下方。好，收，两臂侧举，起势调息。好，这个侧举的时候在身体的45度这个方向，然后曲肘内合下按。好，谢谢王老师。这是刚才我们学习的虎系的分解动作。虎系呢，在健身气功里边它对应的是肝，它走的全部是肝胆经。有的人为什么在传统五行系虎系对应的是肾，而在健身气功里边又对应是肝呢？这我做一下小小的解释。因为在传统五行系里边也有七天扑地、恶虎扑食，这些动作同样是牵拉肝胆经。因为是每一系的动作，它是周络活动全身，全身的经络都可以得到锻炼，所以它通过锻炼动作然后疏通经络，是这样的。然后呢，这个虎系的要领，就是虎系在健身气功里的要领是十个脚趾和手指在前伸腰的时候要全部用力，然后脚趾要抓地，手指也要用力。还有就是在我们折叠的时候要充分地把任脉充分地出在里边，折叠在里边，然后督脉充分给它打开，后边命门打开。这个地方就属于我们平时在上班啊，在做其他工作的同时是很难做到的一个腰肌的蠕动。它就是通过腰肌的蠕动也增加这个腰椎的长寿和它的疏通经络的效果。因为任督二脉总统人的全身的经络，说这一块锻炼脊柱的蠕动是很关键的。
年龄大的可以把这个动作放高一点，可以放高一点这样做。特别是对心脏病、血压高的人，向下虎扑的时候一定要做的均匀缓慢，重心移重心的时候一定要支撑腿，完全是有力量支撑的情况下再抬脚向下扑，可以做成动作稍微高一点。好，只要你的手指用力就行了。好，这就是我们的虎戏。下面我们来学习健身气功里边的五禽戏第二戏，叫鹿戏。鹿戏的手型也区别传统五禽戏，它为了方便学习，是把大拇指和食指、小拇指伸屈，然后其余两指弯曲，这是鹿戏的手型。鹿戏呢也出现两个手型，一个是握空拳，刚才我们在虎戏里边已经讲了握空拳的要领。下面呢，我把鹿戏的鹿杯和鹿底给大家展示一次。迈步平摆，转腰下势，然后移重心，收回。迈步平摆，转腰下势，要以腰带动。好，移重心，收回。鹿杯要提膝，落步。两臂内旋，好，重心前移，向前看，好，一个小换步，提，再上步，两臂内旋，好，两臂外旋，抬头塌腰，收。在鹿戏的时候呢，我们就突出两个和虎戏不同的地方。虎戏我们的肩走的是立圆，向前扑的时候走的是立圆，去充分地锻炼了肩颈椎这一块手型的变化。然后我们的鹿戏呢是走的是平圆，走的是平圆，腰走的也是平圆。虎戏走的是立圆，腰走的是平圆，就是有机地把腰肌这一块给它疏通开锻炼起来。下面呢，我把鹿戏的分解动作给大家再讲一下。首先呢，跟我一起学下肢动作，因为鹿底它的下肢的方向不像虎戏那样站在不动的，它是我们左脚向左前方45度上步，上步以后，然后脚尖翘起来，然后移重心，脚尖外展，撑左弓步，这是它的步型，然后腰以腰为轴，哈，旋腰就是带脉这一块，旋腰下势，身体向前，胸斜45度。然后再移重心，移重心的时候把脚尖翘起来，然后收。好，我们把上肢和下肢配合在一起。一，上左步，手向右平摆，两手握空拳。然后二，这个脚尖外展的同时，手型开始变化，变成鹿角。好，重心前移，两臂掌心翻向后。好，以腰为轴，缓缓向左后方转腰后桥，然后移重心，先移重心，脚尖翘起来，两臂顺着原来的路线再还原，然后这个时候还是手的手型是鹿角，然后收脚的时候还握空拳，收脚收脚同步进行。好，右边的一样，迈右步手向左平摆，平摆的时候我们走的是立圆，哈，走的是立圆。好，重心前移，脚尖外展，重心脚尖外展，这是同时，然后重心前移，旋腰的时候我们手臂掌心翻向外，好，旋腰下势后桥。好，再移重心，脚尖翘起来，
手顺着原来的方向再回来。好，收手收脚。啊，这是露底。好，两脚与肩宽，露底，一迈步平摆。这时候我们手走的是立圆，这个手与肩平，它的方向在身体的90度，对，不能向后，也不能向前，身体不能后仰，也不能前胸，这个身体要保持中正。好，这个时候握空拳在胸前。好，注意手型的变化，脚尖外展，手型在开始变化。好，走，转腰下势，往后看。这对了，对，看到我们是迈左脚的同时，我们左手要抵于左胯旁，这是最关键的。对，迈哪个步，哪个手的肘抵于你的胯旁，抵胯旁，然后掌心均向外，右手在头上方呈弧形，左手抵压，然后眼睛顺着你的肩看你的后脚跟，身体向前胸斜45度至35度之间。好，为什么要这个角度？因为我们的人体的这个腰尾闾这一块刚好是在45度和35度之间，才能恰到好处地去转腰后翘。这有一个我们的眼睛代表心，心火上升，然后这个后边牵拉肾经，然后肾水下降，这样呢我们两个叫肾水上升，心火下降，这个动作就叫心肾相交，对身体特别有好处。好，移重心，重心移重心。好，脚尖翘起来，两手顺着原来路线。好，收。好，再来一次，还是侧面。好，一迈步平摆，看它的侧面。好，这个地方尾闾是中正的。好，二移重心，翻掌心向外，转腰下势，眼睛顺着肩膀看你的这个后脚跟。上面的手是弯曲，好，再移重心，好，收脚。好，迈步平摆，转腰下势后翘。好，那边的手我们抵压，这边就充分的旋开，整个的经脉给它打开，这是腰，这是用带脉来旋转，带脉大家都知道，这个是走的是肝经，这走的是肾，推拉的是肾经，然后转腰的时候又锻炼我们的带脉。好，移重心，重心后移，尾闾内收。好，谢谢王老师。在刚才我们入穴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哪个要点？一个入底的时候，我们第一个方向要迈左脚，要左肘要抵于左胯旁，这边抵压，这边牵拉，才能更充分，这是入底的要点。然后我们的身体用最大限度的去旋转，既可以锻炼我们腰椎的小关节的紊乱，又可以预防和治疗我们腰肌劳损和腰肌盘的一些疾病。好，这是我们的露底。杯就提起来，两手和脚都走立圆，好，向前高抬腿落小步，提腕，手腕上提，两臂内旋，低头弓腰舒服，两臂在外旋，抬头塌腰向前看，这出现两次弓步，这边的动作才能做完，然后有小换步，再提起来。好，看我们的手型的变化，两臂内旋的时候要肩带肘，两臂内旋，把肩给旋起来，低头弓腰舒服的时候要是丹田找丹中，
向里合。好，两臂外旋，抬头塌腰，向前看，收脚，内合下颌。路杯，路杯我们提起来，高抬腿，落小步，对，落小步。好，这个蹄腕代表鹿的秉性，鹿喜欢奔跑，好，好眺望，好，然后就是向远去看，然后两臂内旋是锻炼我们的肩颈椎这一块，叫手臂旋起来，对，低头弓腰收腹，好，两臂外旋，抬头塌腰，向前看，好，我们做一下侧面的动作，好，起。看，高抬腿，落小步，这个时候我们的手是什么呀？这边命门是收紧的，气在哪？气在丹田。好，两臂内旋，出现两张弓。好，围闾内收，围闾内收，命门打开。好，这肩胛给它打开，用这肩胛打开，这个成个横弓，然后这个成个竖弓。这个地方就是刚才我们讲到的是肩胛里边的膏肓穴，这又得的抻拉。好，低头弓腰，整个把脊柱成一个反弓状，反弓状给它拉开，一个督脉给拉开，任脉给藏起来。好，两臂外旋，抬头塌腰的时候什么呀？看前面的胸腔打开，命门合起来。好，收，中间有个小患部，小患部呢就是增加我们的人体的平衡能力。好，然后低头弓腰收腹，两张弓要出现。好，两臂外旋，抬头塌腰，向前看。好，收。路杯是高抬腿落小步，在抬腿的同时又锻炼我们的平衡能力，增加了腿部力量。然后落步的时候要落小步，好，体现路的那个轻灵。两臂提腕的同时，外旋，这个手臂要外旋，要把肩用肩带起来，从这个脊椎这里成一个弧形向外去扩张，去张开，然后充分的把后边夹肌给它打开，然后再合起来，打开，合起来，就是锻炼我们平时锻炼不到的这个膏肓这个穴位，这也是我们自己开膏肓的一个最好的锻炼方法。这是上面的一个弓形，然后下面那个弓出现围闾的内收，围闾内收，命门打开，好，这是弓腰的时候，然后气向下的气沉丹田，胸腔打开，啊，这是我们鹿底所要掌握的要点，啊，起，落步，啊，手放在这儿，然后这命门是合起来的，然后移重心，低头弓腰，后边打开，好，再上步，气沉丹田，挺胸抬头。好，中间有个小患部，收起来，哎，很轻灵力带起来，然后再提。好，这是陆续所要注意的一些要领。下面我们学习健人气功五行系里边的第三系熊系。熊系的手型大家来跟我一起做一下。刚才我们上面讲了握空拳，握空拳的手是带棱角的，然后在健人气功里边五行系的熊系的手型是什么样子呢？是成个弧形，大拇指搭在食指和中之间，手背成弧形，这是熊系的手型。熊系也分两节，一节是熊运，一节是熊化。下面我把两节给大家展示一下。好，这是熊运。
胸运幅度很小，胸运对应的胸气对应的对应的是脾胃，脾胃也可以说是主生发，所以我们五脏六腑健康，五脏健康还是六腑健康呢？就是五脏的一些后天性的机理全部靠六腑去共根。所以说我们人锻炼这个脾胃，也就是人的一生就要保护好你的脾胃，才能把你的身体五脏给养化得更好。这个胸运是两手的手型对着中脘，就是肚脐这个位置，然后向下去挤压，向下去挤压，好，先向下，微微向下。这个动作要求我们两个髋关节和膝关节可以微微含空放松，但是不能左右摇摆。好，放下以后呢，然后从右边顺时针两圈，右边是用肩颈找环跳，肩颈找环跳去挤压，我们手放在这去感悟和去挤压，也有挤压感才行，它挤压脾胃，一紧一松，起得有张有合，才能锻炼调理这个五脏六腑的效果，同时呢，锻炼了我们的脾胃的功能，增加了它的消化系统。好，向下，然后向右，向右挤压，左边打开，左边放松，然后继续走，画立圆，向上，向上的时候胸腔打开，胸腔打开，全部放松。好，向左挤压左边的脾胃，好，右边放松，好，然后再向下。我们整个这个运行是以肚脐为终点，走立圆，像一个时钟一样，12点、6点、9点、3点，它是以肚脐为中心再走立圆。因为这个动作是最原始的一个导引术，所以说它是外边的肢体展现的很少，完全靠内在的自己去感悟，把腹部给它蠕动起来，就是在中焦和下焦间向下去挤压去蠕动。又有一个叫古老的名字叫晃，叫晃海，就是把你身体的各个部位就给它晃起来，然后脾胃对它得到消化，然后又是增加了五脏的这个运行。好，我们手型还放在这儿，再来一次。好，两腿微微弯曲，然后先向右起，好，再向上打开，好，再向左，再向下，好，再从左边，然后再向上，再向右，再向下。我们身体在走立圆，我们的眼睛也是在走立圆，但是不能出现脖子向左向右向左，不能出现这样的，不能出现臀部向向后向前，这髋关节要固定住，两个髋关节不要动，它微微能动的就是膝盖可以放松，可以微微弯曲，可以伸直，就这么多一点幅度的动作，全部是靠你的中焦去挤压下焦，对，胸口以上是上焦，胸以下跟肚脐是中焦，腹部以下是下焦，然后去挤压，去挤压。我们可以用手做个辅助练习，两个手叠放在你的一侧，然后去挤压，手是不是重叠下来去挤压，肩颈找环跳，然后再打开，再去挤压。看我们在做这些动作同时，会不会出现这样，不能出现这样胸胁。对，要把你的髋关节向上顶，你的肩关节向下压，这样才能挤压中焦和下焦，挤压。这边也是一样去感悟，这个动作因为它幅度很小，表现的肢体也比较少，所以完全靠自己去感悟这个动作去做。这个动作对我们消化不良啊，就是便秘了，有个很好的效果，而且对这个肠胃的蠕动，包括对后天的这个脾胃的生发就很有帮助作用。胸运呢，对于挤压脾胃是站这个静止的，然后是把上焦、中焦去挤压，然后三焦给它活动起来、疏通起来。好，第一个胸运，看它手型对着肚脐，然后两腿微微弯曲，先向右，向右向上。向左，这边打开，这边收紧，好，然后再向下，再从左向上，向上的时候胸腔要打开，打开，哎，胸腔打开，好，然后再向右，好，还有一个问题，我没看到，就是在做这个动作的同时，
我们的手是在跟着你的腹部的运动而画力源，而不是手画力源腰不动，也不是腰在手在扶在这儿不动。这个手哈是一个导引外导内引的效果。好，我们王老师再做一次。好，向右，我们的手也向右，这个身体在运转。好，向上，向左，好，向右，好，我们侧面看一下。好，向下的时候，我们看这个髋关节要固定住。好，走。好，这个时候呢，不能出现胸斜的过痕。好，然后走起，起这个微微的打开就行了。然后向左，向下。好，然后再向右，向下。好，这个时候呢，不能出现什么？不能出现髋关节，不能出现摆平原，这叫平原。我们走的是立原，是以腰上下走立原，而不是走平原。这个大家要记住，这是易犯的错误。然后呢，还有我们做这个动作的同时，眼睛不知道跟着什么在走，你眼睛跟着你的身体也在走立原，从下向右，向上向下，也在走立原。在走立原的同时，我们脖子不要跟着转。至于看脖子是很自然的向下向左，我们只是把眼睛跟上，这样去锻炼了我们的眼睛的运转，又不失去它雄气的风格。这是熊画。体宽，落步前靠，移重心，再向前靠。熊画呢，就是有一个很关键的动作，也是我们要提宽的时候用腰侧肌去牵拉。腰侧肌从一侧哈，把整个腿给它牵拉起来，起，好，先紧起来，然后松，落，好，这边紧，松，落，这个动作呢，就有效的锻炼我们后天的这腰侧肌的弹性。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很多人这个腰侧肌的牵拉柔韧和它的松紧度已经越来越差。特别到中老年人，他们的脚步迈不动，膝盖可以发软，但是腿提不起来。一方面就是这个腰侧肌的力量没有了，这个要我们后天要去补，一定要补腰侧肌的弹性和它的收缩能力。这个地方要提，看锻炼腰侧，松落，提松落。在我们落步的时候，要求你全脚着地，通过你这个震动的这个膝关节和踝关节，去刺激这个血液的畅通。还有我们在提髋落步的同时，有中间有个平衡，就是提起来放松，好，这个平衡在支撑腿上要掌握平衡，然后放松再放松。对，第一个紧，这边紧起来，紧松落，好，紧松落，对，这是它的下肢的运行路线。然后我们把上肢和下肢配合在一起，首先呢要出现这个手型，雄性的手型，在提髋的时候，用腰侧肌带起来，好，这手型开始变化，然后放松往前落步，落的时候我们这个肩要靠出去，因为雄系对应的是脾胃，既要靠又要挤压，又要体现雄的秉性。好，向前靠，眼看前下方，这靠的时候我们手型变了，掌心就向后，手心向后，好，移重心
那我们在循运上可以挤压脾胃，循化怎么挤压呢？移重心一样是肩肘胯这个地方，肩肘胯去挤压，先向下挤压，然后再转腰。这个循化是典型的运动带脉的一个好动作，然后再向前挤压，靠。它整个的旋腰就是和活动带脉，给牵拉带脉。这个带脉运转对我们这个腹部有脂肪，或者是我们的腰肌有出疾病的，这锻炼效果很好。然后它就是在向下挤压的同时，给它一点力量去挤压的同时，然后再旋转，再旋转。这个旋转的时候，这个掌心依然向外，这是外依然向外。好，再移重心，再移重心的同时，看我们的肩，要肩去找胯，然后慢慢慢慢去挤压，再向前靠。好，提松落，靠出去，这个一样向后挤压，看肩颈找环调去挤压。好，旋腰，好，再向前挤压，然后前靠，左脚跟半步，两手侧举，一个调息。提髋，提髋这边要充分，好，这边也充分，然后腰肌收紧了，然后放松，向前落步。落步的时候，我们向前靠，肩和肘向前靠出去，然后掌心向后，两个手型在膝盖的外侧，这边也在膝盖的外侧，整个的是一条斜直线，尾闾不凸，也不前胸，也不后仰。好，移重心向下挤压。向下挤压，这还不够，要肩去找胯，肩去找胯，髋关节向上顶，然后转腰，旋臂，对，是以腰带动手臂向前平摆，好。然后这个后边腿支撑腿，前面是虚，后边是实，然后肩再向下挤压，挤压找环跳，然后慢慢向前靠出去。我们前后两次挤压，就是先对应脏腑，再体现熊的习性。好，再提髋，就用这个腰侧肌带起来，放松。好，这个靠是体现了什么？体现了熊的习性，熊系擅长扛靠，它是笨中生灵。所以说我们提的时候很憨厚，很慢，然后我们落的时候这个速度，它是一个很快的一个往下的支撑点。所以说既要憨厚又要笨中有灵，然后靠的时候要用肩背去扛靠，重心后移，以肩颈找环跳挤压旋转。好，再挤压，再旋转，它整个的是向下挤压旋，向下挤压旋，像个阴阳鱼一样，先挤压再去靠。好，两手侧举，内合下按。好，我们做一下侧面向外靠的动作。好，提松落。好，这个地方去挤压，看重心，移重心向后挤压，移重心，哎，对，这个地方。好，这个手臂向下沉，然后先挤压再旋腰，这个再旋腰，看以腰带动带脉去向前前后。好，然后再向下挤压，腰向下走，好，再旋腰，撑起来。好，面向我这边做，好，这个动作就最后靠一个动作。好，看这个动作，这个动作我们不能向后倾，还不能向前仰，手臂在膝盖的外侧，这有个斜中取正。好，这个肩肘主要是肩带动。好，谢谢汪老师。看我们靠的同时，身体要是我们好有个成语叫虎背熊腰。为什么叫虎背熊腰？熊它的力量是来源于以腰带动，说它的背向前靠是以腰催动的。所以说我们在旋的时候走的是带脉，就是这个原理。我们向前靠出去，移重心，看先挤压。不能靠上去以后向上提气，然后再挤压，这是错误的。看，气沉丹田，向下挤压，挤压过以后看手臂旋，以带脉带动手臂。好，然后再
向前靠，靠出去，看我们这个肩不能过挺，过挺呢身体容易向后仰，又失去了熊掌的风格，而且对我们扛靠挤压都很不利。然后这个动作它是微捋中正，微微有一点点点含胸，这样去做出去，不能这样胸腔，胸腔微微有一点内涵，到这靠出去，手在膝盖的外侧，这个手型一直是全心向后的，啊，胸靠呢就是我们用两侧的腰肌去挤紧松紧松，去放松和运转带脉这一块，然后再向前去扛靠。好，胸膝就到这儿。下面我们学习健身气功第四系圆系。圆系的手型是五指搓拢圆勾手，手腕要上提，五个手指要并在一起，五个指肚要相碰，就不能三个指头或两个指头去合在一起，这是圆系的手型。圆系也分两节，一个圆提，一个圆窄。圆系对应的是心，看我们怎样用动作把这个动作形象和我们对应的脏腑连接起来。好，然后旋腕提，转头，然后再下按，再旋腕上提，转头下按，这就是圆提。圆窄，第二节圆窄，退，然后翻掌，看，翻掌下按，上步，摘桃，卧铺，献果，然后再退，翻掌，看，翻掌下按，上步，摘桃，然后献果。好，首先我们先讲解圆提。圆提两手在腹前，掌尖斜向对，然后用我们的手腕旋腕，然后提腕，去刺激我们手腕的三阴经三阳经，然后一二三旋过以后立刻提起来，手腕要上提，要上提，然后一二三过后，然后我们的肩肘手要在一瞬间，我顺序先肩肘手向上提起来，一二三，然后耸肩提肘提手，这时候呢我们的肩向上耸，我们的头部颈部向下压，因为什么它原意对应的是心呢，心也就是脑见脑的意思，所以醒所以提心见脑，这个地方呢我们把颈椎向里边去挤压，肩膀上面去挤压，是先紧然后再放松，我们这后面有个大椎穴，大椎穴是所有的阳经经过的地方，它可以说这边是所有的经脉要通过大椎穴这个去流通到任脉，这个是一个周天，所以说我们好多对肩颈椎不好的这个朋友们都是因为我们这个大椎穴这个气血不流通造成的，说我们这是在后面形成一个去形成一个交叉点，就是前后左右去挤压，去刺激去按摩这个大椎穴这个位置，然后再放松，去挤压再放松，然后我们的手型在下面一二三提腕的同时，两个肘在胸前团胸，团胸就是云门穴向里扣，两个肩向里扣，就是向里扣，一手膻中穴在两乳间膻中穴，然后两肘在胸前，这样呢会把后边的后在我们前面讲的后边的后背这个膏肓穴给它打开打开，然后更充分的去挤压，前面对应心脏，后边对应这个大椎，好，提起来以后转头又体现了猿猴的灵敏，同时呢又锻炼了我们的颈椎，好，转头提肘还有个提肘，
脚尖要脚尖着地，后面脚跟要提起来。这个提踵，这个在五禽戏健身气功里边，这是唯一的一个提肛呼吸。我们的顺序是肩、肘、手，然后提肛、提踵，一个顺序向上提。再看一次，提，好，转头，然后再向前看，好，然后再下落，一二三，旋腕，然后团胸，提肘，耸肩，好，然后提肛，提肘，眼睛再向前看，先松肛，松肩，松肘，下按。好，这就是我们的原题。原题的动作也不是那么多，但是它的要领你要掌握好。第一个呢，我们是原勾手形成的时候，要是肩、肘、手、提肛、提踵这个顺序。然后我们转头下按的时候，先松肛、松肩、松肘、松手，再顺过再倒回来，一个顺序来走。好，再看一次我们提的时候，特别是后边的提踵这个位置，提踵要充分。这个地方呢，既是伸拉了我们这个脚心下面的脚后有个涌泉穴，啊，又锻炼了我们的平衡能力。这个小猴子它喜欢跳来跳去，我们提踵的时候又体现小猴子调皮，然后又锻炼了我们的肢体。好，然后下按。好，这是原题。原题。两个掌尖斜相对，好，旋腕搓拢成圆勾手，手腕就要上提，提起来，好，提肩、提肘、提手、提肛，同时提肘，好，头向后压，肩向上耸，然后两肘啊在胸前，好，转头，好，再转正，然后松肩、松肘下按，好，再来一次。一二三，圆勾手形成以后向上提，提团胸，好，右转，好，转正向下按，好，我们看一下，这个两个手在胸前，两手在胸前，这个时候呢，我们这个肩后边的肩要打开，这要打开，肘要在胸前团胸。两个肩向上去耸，颈部向下去压，刚好挤压大椎穴，这个形成一个交叉点，一个交叉点。好，这是紧，然后转头又锻炼了我们颈椎。好，放松，放松，先松肩，松肘，松手。好，下按，正好我们后背是紧松，就是打开和打开合起来，这样有效的刺激我们这个阳经这一块。就给它起了一个疏通阳经经络、刺激大椎穴，就是醒目健脑的效果。同时呢，我们前面一手弹中呢，又是挤压、挤压、挤开、挤开，又是增加了我们心肺功能的一个锻炼，疏通心肺功里。说在我们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一定要求两个云门穴在这儿向里扣，好，手在弹中，然后转头的时候。要力度尽量稍微大一点，对我们颈椎锻炼是很有好处的。然后再转正放松，还有一个我们提踵，提踵起来侧面，提踵起来要充分。对，这既增加了我们的腿部力量的平衡，又刺激了我们脚下的涌泉穴。好，然后是后背打开，对，好，放松，后背也放松下落。好，很好。圆窄动作稍微有点复杂，然后就是我们的脚和手的配合。我们下肢动作做一下，左脚向左后方45度退步，然后脚尖是斜向前，
好，移重心，成右丁步，收脚。好，身体是斜方向。好，然后我们迈步向上，这时候一个身体向上顶，撑起来，全部胸腔打开，后背给它充分的顶起来，百会上临。好，再移重心的时候，我们的脚注意我们后边的左脚，这个方向是直向正前方。第一次我们丁步的时候是斜方，这是正前方，然后右脚在左侧，对，右脚要收回成右丁步。好，然后退右步，右方45度。好，第一个收重心的时候，我们的方向是斜前方，收步成丁步。好，然后再上步向前撑。好，第二次我们移重心的时候，我们的脚步一定要向脚尖对着正前方落步收。好，这是我们的脚步的路线。下面我们把手和脚配合在一起，我们先退左步，每一动先左后右，然后左手的圆勾手虎口贴在左胯旁、左髋旁这个位置。好，然后右手向前送出，退左步出右手，一向右前方看。好，移重心，右手在体前画虎，眼睛跟着手。好，这个右脚收回成丁步，然后右手翻在左耳门旁，掌心对着太阳穴看。好，翻掌下按，眼睛看着手。好，移重心，迈步，这个手去攀枝，像小猴子去摘桃，把枝枝都打开。后边的手从后边打开，掌心全部向上张开，然后向上去摘桃，两个手同时成圆勾手。好，大拇指放在无名指跟节处，这叫卧步，就是有固定安神的效果。然后收，移重心，再打开，看。好，右边退右步，我们出左手向前送出，左手的圆勾手虎口对着右髋旁。好，起，移重心，然后翻掌，看，向这个左前方，然后翻掌下按，上步攀枝摘桃。好，大拇指看放在根接处，然后握户收，左手变成自然掌。好，托在右肘的下方，眼睛看着右手的方向。先退左步，左手的虎口扶于左髋旁，虎贴左髋旁。好，然后眼睛看着右手向下的方向。好，移重心，慢慢的移重心，右手在体前画虎。好，在耳旁翻掌，看，就像小猴子一看树上有个桃很高兴，然后预想向上跳，先向下压速力，对，然后这个手去攀枝，后边的手打开，像抛球一样去打开，去摘桃。身体这个地方圆勾手勾起来要充分，眼睛看着摘桃的状态，然后后背这个地方要充分的给它撑开、撑拉开，胸腔打开，这个百会上临，任脉打开。好，移重心，脚步注意下面的脚步要成直线面向正前方，然后手打开，眼看脱逃的状，这个手要劳宫穴含空。好，我们接下一动的时候，然后退右步出左手，好，眼睛看着左手的方向，然后重心慢慢移至右腿，左脚撑左丁步，翻掌看，在耳门旁，往这个左前方去看，对，这个方向去看。好，翻掌下按，眼跟着手去走。好，迈步，挺胸向前去摘桃，握护大拇指藏在无名指根节处。好，收，打开，看。好，左脚与肩宽，
两臂侧举，内合下按。好，谢谢王老师。在圆戏里边，圆题我们要掌握的要点就是我们圆勾手搓拢的时候，然后我们的提肩的顺序一定要后边肩肘手这要向上去托，你的头和颈椎向下去挤压。我们要求的效果是挤压你的这个大椎穴这个疏通阳气的机理。然后挤压过以后，我们两手在胸前团胸，团胸又对应了心脏，所以说我们这个动作要先紧然后再松，要学会紧松，不能这个动作老是放松或者总是紧再起来，那对我们的开合疏通这个经络是不好的。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有紧有松才能疏通经络调理脏腑。这是我们的圆提。还有我们圆提向上提的时候，脚跟要尽量的去抬起来，年龄大的可以抬的稍微低一点，对年轻人来说要更充分，圆提的提重要更充分一些。下面就是我们的圆展。圆展在退步的同时有两个丁步的方向，第一个退步然后是斜方向丁步，然后向上撑起来，然后第二次落步的时候要向正前方。因为我们下面接下一动的时候，你方向要是翻了，下面的动作就不好做了。然后我们右脚退步向右后方45度，然后脚尖先着地，慢慢的移重心的时候，我们全脚掌落地才能移重心成左丁步。还有我们在卧护的时候，大拇指放在无名指根节处，有固定安神的效果。这个地方小孩子出生的时候都是卧护这个手型，我们受了惊吓第一个反应就是把大拇指要藏起来，这是保护自己的一个很好很古老的一个反应的手法。然后我们在圆肢向上推的时候，这个手腕要提腕要充分，这个是开阳遮阴，把阳经给打开，阴经给遮起来啊。五个手指在搓拢的时候又锻炼了我们末梢的神经的血液循环，所以说在我们这个收紧的时候，然后还有在放松，到哪个地方放松，到这个地方打开放松，劳宫穴内含托起来，很高兴的样子看着自己的成果摘来的桃子。好，这就是我们这个圆戏里边的要注意的要领。下面呢我们学习的是鸟戏，要按鸟戏的手型给我来做一下。这大拇指和食指小拇指翘起来，然后无名指和中指并在一起微微向下。好，这是鸟戏的手型。鸟戏呢也分两节，一节是鸟身，一节是鸟飞。下面看我把完整的鸟戏示范一下。两手在腹前重叠，缓缓上举至头上方，然后下按，分掌，抬腿，再起，向前伸，按，分，抬。第二节鸟飞，平举，下落，上举，下落，平举，下落，上举，下落。好，下面我们先讲戏鸟戏的鸟身。鸟戏对应的脏腑是肺，所以说我们在两手在腹前重叠的时候，这个手左手右手在上在下，这个没有讲究，随意都可以。然后微微向上抬起的时候，我们这个时候是微捋，是中正的，对，缓缓上举，
这时候要把任意脉打开，然后翘臀，翘臀挺胸，这叫翘臀挺胸，把胸腔给它打开，两个手臂手腕上提，手腕上提向后伸展去拉，手腕上提向后伸的时候，这个胸腔会打开的角度是更丰满，啊，然后缓缓下落的时候，我们尾闾要放中正，刚开始我们上身的时候是尾闾上翘，然后又落至腹前，两手左右分开，就是两手在左右打开，好，移重心向后撑，这是第二次把我们的任意脉给打开，对，后边的向上翘，翘起来，两个掌心斜向上，掌心全部斜向上，好，收回的时候，这个我们尾闾要中正，尾闾内收，后边尾闾要中正，然后两手在腹前重叠，再缓缓上举至头上方，然后尾闾上翘，抬头挺胸，盘腰，颈部向后缩，好，缓缓下落，又至腹前，好，分手，抬腿，把胸腔打开，好，这就是我们的鸟伸。鸟伸要求我们身体把任脉充分的打开，是伸展起来，两臂上举，手腕上提，增加它向后扩张胸部的一个氛围。然后缓缓下落的时候，要求我们尾闾上翘的同时，在尾闾内收，这样既锻炼了我们腰椎的尾闾，又增加了我们肺部的容积和增加肺部功能。然后缓缓下落的同时，我们两臂落至腹前，然后再分开，先分掌，移重心，站稳了以后，然后再向后抬，做成鸟飞状。好，鸟伸要注意的要点就是，一个向上伸的时候要充分，尾闾上翘，不能往前塌身体，不能往前胸腰。往前塌身体胸腰的时候，我们任脉是不是没有打开？成这，我们这样去牵拉，成个反弓。这样才能把你的任脉充分的给牵拉，胸腔给打开，肺活量给它增大。好，然后我们向后撑拉了，就撑拉有个小定点，定一二两秒以后，然后尾闾要内收，要气沉丹田，气沉丹田，然后再移重心，抬脚，再一次伸拉任脉。好，伸拉任脉，同时又活动了我们的心肺功能。鸟系对应的是肺，但同时也锻炼了我们心的功能这一块。好，两手在腹前重叠，然后缓缓上举，掌腕上撑。好，这个呢有一个抬头挺胸塌腰，我们侧面看一下。好，这个尾闾要上翘，尾闾上翘，把命门给它合起来，然后呢我们肩胛尽量向后去撑，撑开才能打开肺部那块，然后这边去挤压。好，然后缓缓下落，挤压过以后，然后再放松放松，尾闾内收，哎，很好。然后两手下按，右至腹前，分手，移重心，抬，好，掌心斜向上，斜向上，脚抬起来，这个地方既增加了我们前面任脉的牵拉，同时又锻炼了我们后背肌的锻炼，好，对女性的提臀收腹是很好的塑身一个动作。好，再收，腹前重叠，然后尾闾上翘，抬头挺胸，颈部向里缩，啊，然后再下按，缓缓下按，尾闾内收，尾闾内收，好，这边又内收起来，然后分掌抬腿，好，看这个弧形，弧形充分的牵拉我们全身的各个经脉，好，下落，好。然后再我们把鸟飞再来做一下。
以后我们右脚收回，两手在体前，一个抱球状，好，掌心向上，然后把左脚提起来，先平举，一个提膝平举，好，两个手腕稍高于肩，好，眼看前方，好，缓缓下落，两手像鸟飞的翅膀一样合起来，对，合起来，在体前腋下旋开，成一个弧形，好，然后以肩带动，带肘带手，好，又再次上举的时候举至头上方，两手在头上方形成一个喇叭扣花的形状，好，然后再下落，好，再移重心，抬右脚，一平举，好，下落，好，再上举，再下落，好，两臂侧举，内合下按。其实整个的鸟系不光是对应了我们脏腑的肺部功能，同时呢也是疏通了周身的经络，让我们鸟飞起落开合，既显示了鸟的潇洒飘逸，同时呢又拉开了我们的肝经，又伸拉了我们的后边的肾经和前面的胃经，同时我们两臂合起提膝的时候，又增加了我们腿部的支撑能力，提高了我们的平衡能力。鸟身坐卧以后，两手自然在腹前抱球，抱球掌心斜向上，好，腋下要含空，别动，腋下要含空，旋开放松，对，这下腋下要放松，完全放松，好，用肩和肘带起来提，第一次是平举，平举手腕微微上提，手腕微高于肩，好，然后再下落，合起来，又还原在刚才的抱球状，然后再上举，上举，我们这块牵拉的是什么呀？肝经，我们打开两侧，然后胸腔得到锻炼，我们手臂上举，同时锻炼了我们肩颈椎这一块，然后提膝增加了我们的平衡，好，手在上面形成一个喇叭口状的哈，哎，对，好，然后下落，好，再平举，下落，上举，下落，好，两手侧举，与肩高，内合下按，好，谢谢王老师。刚才呢我们是学的是鸟系，鸟系的要点就是这个要点，就要掌握平衡，鸟取意也就是鹤的代言，然后鹤取长寿之意，喜高飞，然后平衡能力特别好，所以说我们提膝锻炼平衡，我们身体的平衡也就代表我们五脏阴阳的平衡，所以练习鸟系既能增加我们的腿部力量，又锻炼了我们的平衡，调理了阴阳，疏通了任督二脉，这是鸟系的要点。然后呢，下面我们把五系全部接触以后，前面有个引调息，后面有一个引气归元。好，鸟系调息过以后，有引气归元，两手掌心向上，从两侧举至头上方，像捧气灌顶一样，捧起来，清气慢慢灌入体内。这个动作也是要做三次，起，然后从百会到潭中到丹田，直至涌泉，
我再起，这个动作也要做三次，然后下落，进丹田，倒着圈，好，然后两手打开，掌心向内合抱，虎口交叉叠于腹前，叠于腹前对着丹田这个位置，然后闭目静养。这时候要我们要把所有的好的精气全部输入在丹田之内。好，搓手，搓手玉面也是一个美容的一个手导引手法。好，玉面可以3至5次。好，然后两手从百会，然后到玉枕，到肩颈去按摩，好，一直到体侧。我们动作全部做完以后，左脚再收，并步。好，我们健身气功五行系就教学结束，谢谢大家。